好，早上起来没什么事，那就来弄个烤起司三明治，用超商都买得到的食材。首先是把奶油融化，对了，记得把奶油先分成两块，等等就知道为什么。第二步，把吐司放下去，让朝锅子的那一面吸满奶油，等中小火煎。第三步，铺上起司，能融化的起司都可以啦，喜欢什么就丢什么。第四步，盖上另一片吐司。第五步，检查一下煎烤的状况如何。第六步，再丢一块奶油融化。知道刚才为什么要分成两块了吧？第七步，翻面，再下锅，同样让吐司吸满奶油，煎个金黄。第八步，完成。接着就看你打算怎么吃咯。起司三明治搭配一杯咖啡，其实早餐这样就够了吧。哦对了，生菜是便利商店买，就这样咯。